And we need the payment for the room. What? The guarantee? Guarantee. Guarantee. Guarantee 是什么来着？The payment in dollars. Paymen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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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 payment. You need advance payment. 定金需要押金。押金，押金。你的妹妹交押金。OK， 交押金。反正我啥也没有，反正我啥也没有，我就问一声。顺势问一下。哎，那咱现在我有钥匙了，你办完了是吗？啊，你是哎，那待会儿。办完了，把我的护照拿给我行吗？我先跟姐进去呗。啊，那走吧。咱们出来拿行李。啊，行。哇哇哇！这是个后门是不是？好像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后门拿。我们的行李不是在这儿吗？呀！哦，完美，来吧，给他们都卸了吧。卸了。来，你给我递，我往下递。这个重啊，你小心。嗯。姐，我拎着上面，你拎着侧面往下弄。这咋弄啊？你先问一二三。你行吗？要不咱让他们来帮忙。哎，姐姐。起来，起来。男生的活你们少干。哎我，行了行了，放手吧。这边是后门啊，从这儿走特地。你们搬小的，你们搬小的，来给我。哎呀哎呀哎呀，行。哇哦，弟弟。行了行了。OK。OK。OK。赞。哎，哥，能帮我问一下，就是他能。就是我们花钱去接业姐，她是4:11落地。OK， excuse me， we have one member is not arrived here， so can I book a car and take her？ We need the flight information. Yeah， I show the flight. Like this. 刘姐， perfect. 刘姐， we're gonna call you to your room to confirm the taxi. OK， thanks. You're welcome. Enjoy.拜拜，他们拿钥匙了吗？我不知道，去问问。好，你们拿钥匙了吗？那我不对，我们拿的那个是大床的，我们要应该。我那也是一个大床的。不是，现在是三间都是大床房是吗？三间大床，两个双床，没有双床房了。哎，那你们男孩别睡大床，男孩是睡小床，我们女孩睡大床吧。对，你先匀出去啊，这是一间大床。完了之后剩，对，我们要一个双床，然后女孩是一个双床，两个大床。对，对的，对的。那我们要那间双床的在哪？我这个好像是双床的，我这能住两人，这给你。然后这是几？二。这儿。不是田儿，咱抽签吧。抽啥签？我不了一个人住了，咱们一样，那总归我们男生得有一个住两个人房吧？是，咱轮着来吧。那咱真的天儿抽签吧，咱抽个。那你抽吧，咋抽啊？剪刀石头布呗。黑白配，黑白配来。黑白配。对，我们就是看我们谁单住。嗯，对。我买了。黑白配。黑白配。好，你单住。好害怕。害怕啥呀？给你哄睡着了再走。那我住哪儿啊？你就住那个五。OK， 去吧，我走了。去吧。OK， 必须的。我们呢？我们也脆吗？可以啊，无所谓，看你们。要不咱就抽签儿。笔纸，来吧。来，你来折。好，行。来吧，掏吧。一样图案的住一块儿啊。有星星，有圆圈，有问号，剩的那个是叶姐啊，圈也是圈，星星圈，咱俩一个。那房间呢？那你不挪窝的话就这个，我们挪。啊，行，走。这姐，我这耐九。四在哪儿？四在这儿。这儿。来吧，周姐。最头啊。六。七八，哎，九呢？
酒在哪儿啊？妹妹，哎，我们从这能出来？是啊，我没找着我的房间在哪儿。你的九号房吗？对，我给你找找。好。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is the number 9 room? 啊，五六七。耶！这哪有九号房啊？这不八号吗？我去前台问一下。不对劲。开了九号房。开了，房间都在，咱牌子都拿着了，但那只有八号。是这儿吧？太丢人了，我要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这九号房找一辈子也找不到，人家是六。叶子，是这样的，我行李又没来，因为如果说前面飞机万一是装不下，有后面的飞机运过来的话，可能又是你那班航班，所以你看你在机场能帮我问问吗？看能不能那个什么东西，看能不能看到找到那个箱子，看或者是就是箱子有什么消息之类的。人生嘛，总是会有一些意外给你，让你成长，让你去经历。我也没啥好拆的，好像。救命！我唯一的小箱子，看看它里面有啥。哎呀妈呀，全睡衣，我也不能穿睡衣出门吧？哦，整个人都不好了。叶子是我唯一的希望了。唉，不是，我去找他们问一下那个月亮谷，需不需要他们帮忙买门票？酒店吗？嗯，你走吧，反正没事，走，我陪你一块儿去。走，咱们去找他们问一下。我沟通不便，我想把猴哥 hold 着。嗯，他在呢。我是在帮你问行李箱呢，因为这个电话打不通嘛，他找了一个电话重新问的。就这一哆嗦吧，他们要是能帮联系上，联系上；找不到就算了。不行，必须找到。找不到就看叶子落地能不能行。必须找到。没有我就相信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天意。怎么说？就是。月亮谷的门票看是不是能在现场买，还是说必须要？月亮谷怎么讲？咋讲？这不就用到我了吗？这不就用到我了吗？来吧 ，show time 姐。OK。伊维拉的拉露娜。哦，这是啥文啊，这姐？啊 ，OK。姐，咋说上西班牙语了？姐搁哪学的这？But you can help us. Yeah, you can.Here you have all the information, okay? Okay. Here you're gonna find the websites, the prices. 到几点看一眼？月亮谷是那个……我看一下，我找一下那个死亡谷在哪儿呢？不，月亮谷在这儿，月亮谷在这儿。到四点。So here is 4 p.m. closed. Yes, they close 4 p.m. 那咱去不了月亮谷了。四点就关门了。还有半个小时。Villa de la Muerte. Here. Where? Dead body. Directly. 哎，这个到七点，咱们可以去死亡谷。行，死亡谷。那就直接奔死亡谷，然后吃饭。可以。So can we buy the ticket in just in? You can actually buy the tickets in the place. Oh, really? 我可以，可以去那买。哇，太棒了，太棒了！妹妹在群里发通告。那咱们四点。可以，我去调整一下。And be careful the baggage. Yeah, yeah, yeah. What happened with the luggage? Yes, thanks so much. 我刚去练了练。啊，车是吗？整完了， okay. 学会了。我们坡起，定好了点以后，左脚先踩离合，右脚踩刹车，拉手刹。这么回事吗？咱几点走？感觉现在得四点了。那我先去练练车。行。
离合、刹车、挂档、松手刹。哎，怎么老停入中间呢？啊，给油门。哦，我看我会了。哦，我看熄火。我刚出去溜车去了，姐。怎么样了？我又学了学。怎么样 ？OK 了。我可以想起你吗？你可以。不可以。可以吗 ？OK， 可以吗？可以。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挂档。还是挂档的问题。一开始起步的时候不给油门，只松离合。啊、哦，不给油门啊？不能踩油门。一踩油门或者一猛松离合，嘣，踩离合。那你说刚才在那个哪，在停车场，咱最开始从机场出发的时候，为什么那个人一直踩油门呢？他有他的方法，他切换的比较快。他的酒感。嗯、OK。